夏天就是要玩水。哦，海边太热了啦，跑来这边钓溪比较实在。哦，这雨到天呢。蝴蝶，生态很好啊。哦，有鱼啊！哦，哎，你在穿？有鱼哦！哦，这个鱼还不少。干净，然后看到一些鱼在游，水很清啊，所以呢，测试一下木音钓，有鱼在翻了、啊，好像苦蛙、啊，对 ，OK。也够好的，大马口。看起来是蛮健康的，
哥，那我也是鸡哥，鸡哥啦。
颗树移位了呢。口都很健康啊，超多马口的，感染哦，第一种。感染两只。啊，越掉越大。
看一下有没有生态。如果这个是常年干枯的话，就不会有虫。看下来，他都直接在翻的，他体型都不是很大了，还要等一段时间吧，再来看看，希望这个生态能够永续。现在水蛮大的，应该会长得比较快。好啊，今天调查就到此结束了，那我们下回再见了，拜拜。